即係佢啲位置啊，同埋地點方便嘅都應該可以嘅。即係如果就咁聽，其實都尚算可以，都幾方便嘅。有陣時翻屋企，咁譬如可能喺巴士站附近，咁如果你有嘅，咁可能會比較方便啦。或者屋企附近樓下會有嘅，都會方便。競爭大家嗰個服務範圍唔同，就競爭比較少影響到咯。我自己覺得就，譬如我哋有員工有服務。咁啊，要有鋪租啊，各樣嘢，咁啊成本就自然高咗。咁啊，顧客得到嘅服務又係一個價值。咁啊，佢哋冇服務，咁啊會個價錢可以低啲咯。咁啊，睇下個顧客需唔需要服務，咁啊自己去衡量去選擇咯。